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、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“最美海南外景地”推广项目近日上线。项目首次为全省19个市县、超过400个取景地建立了影像素材库，包含400多条短视频、2000多幅 VR 全景图和上万张外景地图片。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以市县为单位推出“最美海南外景地”系列展播。首先来看海口和三亚。